遇见有趣的灵魂，活出真实的自己。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心社，让我们一起谈心、谈情、谈音乐。Welcome to Generous Talk, an intercultural conversation on music, health, and lifestyle. Enjoy. Okay. 哈喽欢迎大家回来聊音乐。那我们今天呢，又是一个很特别的访谈单元咯今天呢，我们有一个呃，也是音乐治疗师，然后他目前呢在上海。那他其实啊，是我以前在美国的同学，他是姚新宇。新宇，你要不要跟大家打个招呼，说一下我们以前怎么认识的，啊？然后呃，你的经历这样子。 Hello，大家好，我是心雨。嗯、um,，哇，一上来就是回忆杀吗 <laughs>？OK，呃、uh,，我们认识的话是在在 Berkeley 念音乐治疗的时候。对对，同学，我记得是，嗯、uh,，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是是很开心说，说哇，遇到，因为感觉读音乐治疗的亚洲同学特别少，然后对。 对，然后说中文的华人更少，所以是，是对对，非常开心。然后我知道周一也是先读了一个学位，然后再到 Berkeley。那我也是这样，所以会觉得，嗯，对，特别有 connection。嗯嗯，对、嗯、对对对对，好。所以我们以前是在美国，<laughs> 呃，认识的嘛，在美国的 Berkeley College of Music 念音乐治疗的时候认识的。 嗯，嗯，那你要不要跟大家讲讲看啊？你说你以前大学本科的时候是念的什么专业？然后你怎么会呃想要出国学习音乐治疗呢？呃，我大学的话，最开始是念的呃心理学，嗯，心理健康咨询这一块，然后是在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对，其实我喜欢。 嗯，音乐治疗，我觉得还是从从小时候就开始，对，是从小时候开始就有这样的一个一个种子。然后其实，呃，这个在最近的另外一个呃博客节目也有很很详细聊到，说其实真的是从小呃父母的影响之下，呃，对、嗯、对于心理学对音乐都很感兴趣，啊、呃，所以其实一直在找这样的一条路。嗯 就是会觉得这两个，就自我的成长经历来说，会觉得啊，心理学和音乐其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啊、呃，对于人的成长方面，对人的探索、自我探索方面，与人的连接方面，嗯嗯其实，呃，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嗯、呃，就一直在找，呃，当时大环境，就周围的环境，大家会。 啊、呃，就会很长一段时间找不到说有一个跟我一样有这个共鸣的人，嗯、大家一直会觉得说，哎，心理学就是心理学科学或者文文文科科，就是在在中国国内的话，它是算作 science 嘛，科学学科。然后，哎，音乐好像是艺术啊这一类，就是比较。 呃，摸不着，然后比较抽象，比较直觉性的，诶，应该是科跟科学没有关系的，就是整个大环境会觉得、嗯、啊，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路，但我一直感觉他们是，啊、呃，有很深刻的连接，所以一直在找找找。那当时，呃，因为在国内的教育系统的话，他没有办法同时学习音乐和心理学两个专业，所以我就先选择了心理学，呃、嗯，同时呢，也去也开始去。 呃，那时候很幸运，是台湾来的一位老师。OK，对对对，他是啊、呃，做他是心理学的呃教授，然后同时也是在美国学习了十几年的心理剧和表达性艺术治疗。当时他和我们的学校有一个合作，有长城的培训项目。嗯，我感觉非常幸运，那个时候就成了年纪最小的一个 <laughs>、嗯、一个一个参与者。 啊、嗯，然后跟着他学习，他也是帮我打开了很多，啊、呃，我发现可能性。然后发现啊，真的音乐、呃，包括音乐、绘画、啊、呃，舞蹈，嗯，与心理治疗、戏剧、与心理治疗其实都是有深刻结合的，呃，方向。呃，然后说那个时候也会讲到说啊，那个我我想要更进一步的去。 嗯，去探索这个方面，那我可以走什么样的路？对，然后啊、呃，那他他的指引也会说，哎，星你可以去探索一下，呃，在美国会有更多的机会和更丰富的项目。对，嗯，OK，所以你就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一个 w o r s h o p 然后认识了这个老师，嗯、然后决定要出国学习音乐治疗。嗯，这个是。 可能是最 overview 就最快速的呵呵一个一个一个 overview，对，<Okay. S 1> 嗯,嗯，对啦，当中一定是经过了很多年的挣扎、啊，然后收集资料啊，然后认识不一样的人，然后我是还蛮好奇的啊，其实美国也是有蛮多音乐治疗的学校，对不对？那你是、嗯、呃怎么选择到 Berkeley 念书的呢？ 这个我真的觉得是有时候是缘分，嗯，嗯如果回忆起来的话，那也真的是很久以前，嗯，真的很久以前，我说 <laughs> 啊你，你都这么老了，对、啊，<laughs> 十年之前，我的十,年十年之后，十年了。吗？因为对啊，我是一二年开始那个我刚刚提到的心理剧和表达艺是知道的长城的培训。 那时候是跟着一群蛮有意思的，那个、时候跟着一群，呃，比我大二三十岁的前辈们一起学习，就我们三十个人一个小班嘛，然后一期、嗯、两期、三期、四期，一点点是进阶这样，同时也包括很多个人成长的部分，对，就特别有趣，跟呃，就是跟年龄差距这么大，然后生活阅历很不同的，一群心理学前辈们一起一起成长和学习，嗯。嗯 那那个时候的话，其实，呃，想要去，就当我门生说，哎，我想要出国去，呃，学习的时候呢，呃，就利益老师，就我的那当时我的导师，他也会，他其实推荐的是 Leslie，最最早最初，因为 OK，嗯，然后因为像，呃，Leslie 的话，它其实是美国。 啊、呃，在表达声音艺术指导这一块比较历史最长的一个学校，然后他也是他的博士项目也是最早建立的，嗯、呃，所以他那个时候会有推荐，而且他会有各种各样的呃媒介啦，就是绘画呀、艺术、mm hmm. 呃、绘画、音乐、舞蹈，呃，包括雕塑、摄影，就各个方向。Mm hmm. 所以那时候一开最早最早知道说，哦，国外有这样的项目，其实是那个学校。 好像也做了蛮多的 research，<Okay. S 1> 蛮多的调查，那同时呢也会在找说，哎，我音乐方面，就我会出国学习，其实有两个原因啦，一个是对于音乐治疗，我想知道哦最前沿的发展是什么样，然后，<Okay. S 1> 呃，我想要成为一个专业的音乐治疗师，同时，想要和，呃，同样使用这些方法去，呃，提供服务的。 人去连接，然后大家可以成为这样一个社群。嗯、就那时候，一个是抱这样的愿望，然后第二个愿望呢是，我想成为一个 professional musician，就是专业的音乐人，能够用音乐去表达任何我听到和感受到的情感，然后去和别人连接，就抱这样一个愿望。嗯，所以。 所以你有一个小小的愿望，也想要成为音乐家，这还蛮有趣。<对>嗯，对，我是有两个这个愿望，就是两个缺一不可的感觉。嗯、所以那时候也会找一些说啊，那如果说要出国留学走音乐这条路，会有什么样的方向？也会再做一个这样的探索。啊、呃，有一个感觉是一步一步的，好像就是我的人生 supposed to be。 一步步是要 <Okay. S 1> 对，那当时在上海的话，嗯,嗯，就一方面我会教一些学生教钢琴，然后教钢琴过程中会有一些学生，呃，包括他们家长、他们自己或者成年人，他本身他知道我有心理学背景，所以他们来找我学琴的时候，一方面会有音乐方面的需求，哎，我想要提升音乐技能，我想要学会这首歌，我想要怎么样去表演，然后同时呢，还有会有一些。 说心理上，比如说，哎，我家孩子有 ADHD，多动症，可不可以让他提升他的注意力？Mm hmm. 他可以坐定，他可以安安静静的专注这样的需求，mm hmm. 或者说，哎，他生理上有一些疼痛或者疾病，那怎么样去，呃，去照顾好这个疾病的同时，然后提升他身体功能的同时去学习音乐，哎，就会很有意思，会有这样的，呃。 学生来找到我，那我就开始用我当时已有的音乐和心理学方面的背景去帮助他们。嗯，然后第二个呢，是在呃上海也是各种，比如说儿童医学中心啊，呃养老院呐、啊，阳光之家。阳光之家是专门为有特殊需要的成人做日间照护的中心，就在中国是叫阳光之家，然后就会就会带很多的。 你可以说是 therapeutic music，因为那时候还不是注册音乐治疗师，对吧？就是有治疗性的这些音乐活动，嗯，包括像在医院里面也会，呃，到病床边就把音乐、把乐器带到病床边去给，嗯、呃，刚刚做完手术的孩子啊，他们的家长。那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发现，哇，What happened？就是发现，哇。 原来音乐，当我带着音乐去到这些场合的时候，他的这个场合本身整个就变了。可能之前是会充满痛苦，比如在医院是充满痛苦、不确定，恨是是让人很恐惧的一个地方。但是当我带着音乐去的时候，疼痛消失了。那个孩子他，他他在我玩的音乐的时候，他会。 不再惧怕疼痛，包括他可以很好的去接受打针，然后不会去，呃，如果没有音乐在那边，他可能会他会非常恐惧，他没有办法和医生很好的配合。但是当我在那边，呃，就我的那个存在，音乐的那个存在，就让他们可以，呃，减轻他们的痛苦，然后他们可以去，啊、呃，完成他们需要完成的，比如说术后的照护啊，嗯、呃。 而且家长也会发现说，说啊，原来我还可以还可以和孩子音乐以这样的方式去连接，他们会觉得，哇，就真的很难用语言表达。他们当时就是哇，这个难以置信，哇，可以这样子，哇，太感谢了，我跟我家孩子可以可以这样子相处，对，就会有很多这样的经历，就一方面会有很多让我感感动的这个。 经历一方面，我也同时会有疑问，说，哎，我怎么样可以做的更好？第二是，哎，这到底是什么在发生疗效？这个是可以重复的嘛，那我会有那个 scientific，就是科学方面的这个思考就出现，说啊，这个到底是什么在起作用？是因为我在那边跟他互动，还是音乐它本身，还是说我在其中做了一个什么样的？ 呃，干预，然后还是说，呃，可能这个我们营造出来的这个场合，还是说，还是说，还就是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在起作用？呃，以及也会遇到一些很有挑战的部分，就比如说，呃，刚才讲到的，面对在刚做完脑瘤手术的一岁大的孩子，看见他在他所存在的那种非常痛苦的状态，嚎啕大哭，然后家长在旁边不知所措。 其实对自己的心理会造成很大的冲击，那对我来讲，当时就会有一个疑问说，哇，谁也做过这样的工作，可以给我督导，<laughs> 我可以去求助，然后去学习成长，也就会一下这些问题，然后也是因为在那边做志愿者的那个经历，呃。 就有一次是遇到，也是真的是很很，我觉得很妙的，就是遇到一个人，然后说：“哎、欸，你在做这个事情，好像叫音乐治疗。欸”哎，我在香港的时候，我有在他们医院看见过，嗯 <laughs> 但那是我第一次听到音乐治疗，就是说啊，原来是一个职业哦。OK，在香港的时候，他有做过这样的。他说他在香港，就是我在。 呃，医院做志愿者的时候，嗯，医院做志愿者，然后遇到另外一位志愿者，嗯，但他不是做音乐，他可能做其他的方方面，呃、嗯，然后他就说，哎，你这个我在香港的音乐有看到过，然后那个是音乐治疗师在做的事情、嗯、<laughs>，OK，就刚好就是听到这个职业了，对，那是第一次。嗯 听到说、嗯、哦，原来是有这个职业，就回答了我当时的疑问说，说啊有没有这样的人，也是在就等于是十几年在寻找，嗯，我的同类在哪里那种感觉，然后那个第一次听到，嗯哼，嗯于是我就开始找，嗯、我就开始搜索这个词嘛，就到处搜索，就网络上尽可能的，然后然后以及问嘛，就是能想到的方法就全部去。 呃，使用，但呃，当时的那个整个的场合还是说，哎呀，呃，如果你讲音乐治疗，就一个是网络上其实很少，我记得当时只看到过一篇是，呃，出国留学的音乐治疗师，然后他在呃网上写了一篇博客说，说啊，那个美国有这些这些这些学校，然后你可以去搜索，我记得印象最深就是关于出国留学的唯一一篇。 对，嗯，然后国内能够看到的、能够搜索到的书也全部都去看了一遍。然后同这个同时，我就是知道说，哦，Leslie 他有，他是有音乐治疗项目，呃，表达性艺术治疗，嗯、呃，然后就去了解了他们的这个招生方案等等等，以及、呃、如果是走音乐家这一条路，啊、呃，比如说就是钢琴。 啊、呃，去面试是什么样什么样？然后就在这所有的一切都在发生，然后都在寻找，所以真的是一个在摸索过程中的时候。呃，somehow，我觉得也是缘分，就知道哎，有人会说，Berkeley 音乐学院你可以看一看，他们也有音乐治疗项目，而他们的爵士乐很好。o、okay, k 然后我就去查，结果查的时候。 就是 Berkeley，有，一看他们两周后将来上海招生。嗯嗯嗯，嗯就当我了解到 Berkeley，然后开始搜的时候，跳出来信息就是两周后他们来上海招，而、啊、且、就是第一次到大陆来招生。嗯嗯嗯嗯，嗯嗯然后就是、啊，我记得就是到很晚，呃，就。 申请就几乎到半夜嘛，要啊赶紧把所有的资料准备啊，然后提交啊，嗯，包括有很多需要认证的资料，就非常，啊、呃呃，就是大家如果申请过留学的，可以可以知道是什么样子。所以就在那呃时间点里面，然后就完成了所有手续，包括嗯推荐信对吧？那个是最紧张的，就是、说啊赶紧要请老师帮我写推荐信，然后要写。 啊、呃，自我陈述，然后还要把自己的作品放起来，就我我现在想想也真的是 amazing，就是哇，我当时怎么做到在那么短时间里？然后就就申请了，但当时就会觉得，就当时是其实对伯克利了解非常非常少，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大家真的不知道，不知道伯克利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学校，就在大陆嘛。但那个时候会有一个觉得哦。 呃，好像心里面有一个声音，就有时候我们会听到那个声音，他可能理性上没有办法去解释，但会跟着哦，那个好像就是感觉是对的，要去做的事情，所以当时就，对，所以当时就去做了，之后，然后就顺利的进入了面试，啊、呃，然后面试其实也没有任何人去给到你指导，因为大家都不知道 Berkeley 是怎么回事，然后跟。 呃，国内的大多数的留学，他们更多是古典钢琴，因为钢琴是主修嘛。因为更多是古典钢琴，然后古典钢琴的面试的套路是和 Berkeley 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可能会古典钢琴话更多会啊，你在什么时期的古古典时期、巴洛克时期、浪漫主义时期，哪几个作曲家、哪几个作品你要去表演？但呃，Berkeley 的他们所需要的。 呃，所看重的特质和那些面试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就是真的是自己准备啊、呃。但 k e y 当时的一个有一个 slogan 是特别打动我，他是说，呃，我记得有两句话在在这个申请的过程中会看到，一个是 “to be rather than seem to be”，就你你就做，你就成为，你不要天天在。 大概意思就是你不要去想啊，然后觉得啊，我好像是，然后又好像不是在那种徘徊的这个状态，而说，Yeah，just do，to be，just to be。然后另外，mm hmm. 对对对，然后另外一句是，嗯、um,，Come to be who you are。我记得好像是在呃、uh,，Student Activity Center，可能是就学生工作啊、学生处啊，什他们有一个这样的 slogan。 就那个两个是特别打动我的地方，对，就当时就可能这些 slogan 是会有，然后，嗯，更多的我会觉得是内心会有一种，就你没有办法去用语言描述的，就感觉 this is the right path 的那种感觉，嗯，就觉得你好像找到共鸣了，这就是你想要做的事情对，对，但是理智上你会很难去。 解释在当时的那个状况下，因为好像呃理智上的信息其实，呃不不够多嘛，不是很多，嗯、呃，但当时同时也包括说我在整个面试的过程中和老师的交流，和面试官的交流，以及当时校长 Roger Brown 他们都是一起来的，就和他们的交流等等，会越来越发让我觉得哦、oh, y e a h t h i s is the right pass，就感觉是对，嗯。 所以你原来讲的 l a c 啊，或者其他的美国学校，你也就没有特别准备了吗？呃，因为当时就直接，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然后发现 Berkeley，然后呃他们来面试，然后面试就录取了嘛，然后就就感觉 OK，那我就去，因为因为也其实看到他们的爵士爵士乐即兴，然后包括音乐治疗，就是我非常喜欢的，我说 OK，那那我就。 就去尝试，嗯、uh,，然后其实其实去了以后的经历是印证了我，嗯，在面试过程中的那些，就为什么我会感觉那么对那么笃定，觉得啊好像这个就是对的那个感觉，就后面的其实学习的过程是越来越在印证，我有时候就说、是、哦、oh,，OK，that's、okay, why，OK，it、okay, makes sense，又常常会说啊。 哦，原怪难怪我那时候有这种感觉啊！现在又有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了，就是去证实这个刚出的直觉是正确的，就完全是在那样一个，就几年学习都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对，<laughs> 对那个环境我同意，真的是让你呃有一个新的眼界啦，或者对音乐的了解，然后对如何用音乐。 呃，媒媒介，然后跟人交流，我觉得在一个爵士乐，然后现代乐的环境里面，Berkeley 真的是做的跟其他地方都很不一样。嗯嗯嗯，嗯，嗯对啊。然后你刚才有问到我说，呃，你问到我说，呃，后来有没有再看 Leslie，对吧？ 呃，当时其实是在国内的话，<对>其实 Leslie 就一样的要去找到这些详细的资料很难，你也不可能找到一个从那里毕业回来的学长学姐，然后去了解一下。特别在国内，就是你当时当时搜索 Google 啊、YouTube 啊、Facebook 这些，其实都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这就造成了信息上面非常就一个信息差嘛。所以我当时其实来了 b r 利 k y 之后，也有去再去。 更多去了解 Leslie，因为就隔着一条查尔斯湖，非常近。嗯，我有去，因为 Berkeley 进来之后，他是先做就是 musicianship，就音乐方面的一个面试，就是认可你之后，然后你进来，然后进来之后音乐治疗的面试，呃，就是你要经过音乐治疗面试以后才可以进入这个专业学习。所以其实当中是会有一个。 啊、呃，就第一学期、第二学期，我也是在，呃，就到了美国嘛，更有机会去了解一下美国其他音乐治疗项目。因为我觉得，哎，如果需要转学，什么都这都可以。就当时会说，OK，我感觉是很对。那我我同时我说，OK，我理性上也要去搜集一些资料，然后去验证一下。然后，然后就会跟他们就来自不同啊、呃、专业呃不同学校音乐治疗项目的。 呃，毕业生也好，在读生也好，去接触，接触之后发现，呃，因为我可能本身有有心理学的背景，然后我觉得我最需要的是音乐方面，我希望把音乐方面所有的障碍全部去除，全部可以完全打开。我觉得，然后 Berkeley 就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Yeah, Berkeley is a right place，Yeah，、uh, 因为它是一个 music o w l e d g e y e a h 对啊。 以及第二个原因是，嗯、呃，我们学我会发现伯克利的这个流派和取向最综合，嗯，最多样，以及学生的多样性，就是没有其他的学校就其他的音乐教育项目可以比的。哎，这个对，<laughs> 就是学生是来自世界各地这样子，一百三十多个不同的国家，对。 <Yeah. S 2> 好，所以那你刚好讲到就是学生的多样性、流派的多样性，你要不要先讲讲看啊？你在呃一百三十个国家里面，<laughs> 有没有觉得身为就是一个亚洲人在里面的感觉是怎么样？有没有对自己又有不一样的认识与了解呢？嗯，其实我发现，嗯。 OK，这边有对有一个 background，就是当时去伯克、er、的时候，其实，呃，华人特别特别少，就身边，像我们那时候去从，从呃，就当时他们到上海来招生，然后一起招过去的，我记得是五六个人，然后一起过去就同一届，所以就是特别少。 然后也是给到我一个很好的机会说，说 OK，我没有中国人或者没我没有华人可以去去交流，OK，那我就完全的啊、呃、投入这个多样性的海洋中，Yeah，immerse <se. S 1> yeah, immer immerse myself、嗯、into the diversity and possibility 对。对对，呃，我,我要先讲，我觉得这个第一步啊就已经很勇敢，就是。 Immerse in diversity，<Yeah. S 2> 这是也许是很多其他人没办法做到的。好，继 <Wow. S 2> 续说。嗯，表扬 <laughs> <laughs>、啊、我一下嘛。<laughs> 嗯，啊，而是我当时的一个状态真的，包括有一个教授也讲说啊，You are like a sponge, like yeah，就是你像个海绵。我说在吸。呃、<对>真的，对对对，嗯。Um, 就不会说，嗯、对，没有太多去考虑说啊，那个我的 identity 是什么样啊？然后因为这个 identity，然后我要怎样怎样怎样？对，uh huh. 对，好像没有特别去考虑，但是同时会有会有一个，呃，觉得 responsibility 感觉会，哎，我要我需要去把中国的就是在在。 特别是我们会交流到音乐啊，音乐治疗的起源呐、啊，然后包括不同文化下的音乐治疗的，呃，这个发展呐、啊，然后跟不同文化的深度的连接啊，比如说几千年之前是什么样，然后现在是怎么样，就这个我会意识到说，哦，我有一个责任感，说要把中国的，呃，这个音乐治疗方面的文化，中国的音乐文化哲学去分享出来。 然后去跟我的来自世界各国的同学去交流，我觉得这个是会有一个 music representation，还有我是一个对对也发生，你是谁？这个 <laughs> 这个是会有，嗯哈、就是，uh、huh, 就是你有一个特别的 background，跟别人都非常不一样。而且我这样在世界走了一圈呢、啊，其实我发现，其实这个 Chinese culture，比如说。 我记得你之前有带一个就是弹古琴的 master，<Yes. S 1> 然后到 Boston，我觉得这个你知道吗？在外国人看起来就是哇，古琴哎、欸 <laughs>，你说在美国好像你找不太到有另外给自己千年历史的乐器可以跟古琴，这个、oh, 你说这样想，我后来我到欧洲才发现，OK，其实欧洲他们比如说以前希腊文化，他们就有呃。 某个女神弹的什么里拉琴，或是奥鲁管这样子，<对>那这就是西方文化的起源，从乐器的起源。<对>然后之前毕达哥拉斯他也有做到音乐、啊、与数学的律啊这些东西。嗯、我觉得这真的就是 Western 和 Eastern culture。然后我会问这个问题，因为我就一直在寻找，我也是在这个 i m m e r s i n g 的文化里面一直在寻找自己的 identity，自己到底是谁？对。 然后，嗯、呃，我们有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嗯，那有什么，呃，是我们特特别 unique 的地方？然后可以值得跟别人介绍的？嗯嗯,嗯，对那一次<对>啊，让我想到回想到那一次，The g o c i Master，呃，我会我发现我在音乐探索上我，我我是会有非常嗯非常强烈的这个意识，就是说在。 啊、呃，比如上次就你提到的，请到呃中国是杭州的一位古琴 master，啊、呃，到 Berkeley 我们去做了一场、呃、对东西方会面，然后东西方的音乐哲学、音乐治疗的一个对谈，又有一场工作坊，呃，讲座形式工作坊，然后有一场是，嗯、同时还做了一场音乐会，然后在这个音乐会中，哎，我也是邀请了各个不同的文化的人。 啊、呃，我觉得他们在演奏。当我们把不同文化人放在一起，啊、呃，他们演奏的时候，本身他就是可以把他自己的 cultural identity self、self identity，就他个人的文化认同、他的身份认同，啊、呃，个体的这个个性带入这个音乐，然后变成一个新的东西。嗯、我觉得在当时，我记得是排练了三天嘛，就。 三三次排练，然后就直接演出这样子，呃，我们会用到很多。 啊、呃，古琴本身的中国古琴的音乐，然后做做一些小改编，然后根据当时在场的这些音乐人 <Yeah. S 1> 他们的 cultural identity，然后去做一些改编，<Yeah. S 1> 然后最后结尾的时候，我们还用的是非常入乡随俗的一个布鲁斯即兴，呃，那个我不知道那个是不是第一次，<Yeah. S 1> 呃，古琴布鲁斯即兴，不过那是在 Berkeley 第一次有这样子的，<laughs> 对，创作合作。<laughs> Confusion，yes，have <laughs> you broken this fusion？And、right? it's o、okay, k 我觉得很酷、cool,。对，那你要仔细仔细想想看，这个几千年、几百年的历史的一个乐器，嗯，mm. 觉得对其他人来讲一定也是非常新鲜啊。嗯，mm. 可以在美国看到，然后有一个一个一部分是新创，就是做新的这样子的融合 fusion 的音乐，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呢。 呃，我那时候就是也带着这个 master 到 Boston 当地的一个就是中国城的养老院，<Yes. S 1>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就是在一样的 cultural identity 下面，就是 China Town 养老院的这些住民们，呃，看到这个乐器，他们呃在生命经验里面会回想到怎么样的音乐，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有趣，就是其实呃就是。 Chinese speaking 啦，华人的移民很多，就是在美国的华人，他们这、就、些、是、culture 还是 rooted deeply rooted in their heart，就是他们可能也许在美国生活了很大半辈子吧，几十年。但是呢，我还记得、哦、在这个 Boston 的 China Town 养老院里面呢，这些华人的爷爷奶奶啊。 他们看到古琴就，就就自然的就会摆出那个姿势，<laughs> 对对,對他们就摆出那个姿势，然后借由演奏这个古琴啊，但我们可以说，就是比如说手上的精细动作附件之外，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 live review。然后我也借由这个琴声，又听到了更多连接 association，比如说另外一个爷爷，他就会打出一个舞龙舞狮的这种节奏，嗯，这个这种东西呢，嗯、就是其实我在。 比如说在西方，呃，English speaking 或者他们 Spanish speaking 的这些养老院的住民身上不会听到的事情，就是不会听到打乌龙武士的节奏，<laughs> <laughs> 所以我就觉得很有趣，就是借由这个音乐啊，然后来寻找自己的 identity，然后再看看说，在这个环境里面呢，我跟别人有怎么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我还可以做什么事情。嗯嗯，嗯我会感到一种很。 自由的感觉就会就就是说，可能原来比如说在中国长大，然后我们自己的文化它是有一套固定的价值观，然后世界观，人与人交往的模式，就它会有一个呃基调在那边啊、呃。但当我在嗯从小到大，如果身边生活的都是这样子一个基调，就没有看到第二种或第三种的状况下。 呃，我没有那个空间去探索，因为好像哎，就就是这样，大家都是这样，没有那个可以 question，可以去以，可以去质疑、去思考、反思，以及有一个空间去探索不一样，然后再最后得到自己结论的过程，那个在一个单一的文化状况下很难，但是在 Berkeley 我会觉得有给到我那个充分的空间和自由，对。 think out of box 这样的想法，比如说，比如说，大家会说二十岁什么考上好大学，三十岁结婚生小孩，<laughs> 然后四十岁，还是五子登科之类的想法，就是在一个细方环境下完全打破了，然后重新，呃，有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事情。嗯嗯嗯，对。嗯、然后，呃，我记得和很多的，呃，同学，我们会。 我们会聊音乐，然后聊着聊着，其实音乐背后就是他们的文化，文化背后就是他们的历史、宗教、价值观等等等等，我就会有常常会有这样子非常自发的，然后又自由的这种探讨，就也不会带着说 judgment 说，哎，哪种是对，哪种是错，或者哪种好，哪种坏，只是说，哦，原来还有这样的可能性，哦，原来还有那样的可能性，嗯、就这样一种 open 的非常 open 的这个心态，我觉得你。 讲的很棒，没有带 judgment 的探讨，<对>我觉得这个议题好重要、哦，现在觉得非常非常重要，就是如何不带 judgment，就像我们做临床个案也是啊，不带 judgment 的，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一个呃市长的一个个案，嗯、那我们要怎么样去不带 judgment 的了解他的生、嗯、他的生活，不带 judgment 去了解他的 needs。 呃，什么是视障学生？他们的需求是什么？他们需要我们这些明眼人看到的这些东西吗？有时候他们不一定需要啊，他们也可以过得非常 OK 这样子。<好>或者是欧洲这边现在这个 topic 是很多难民，嗯、就是不一样的文化，嗯、很多就是可能是穆斯林文化来的，呃，不一样的，就是就是不一样的人嘛。嗯、那我们如何不带 judgment？ 呃的来看这些从其他文化来的人呢，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在这边的话，一开始其实欧洲是一个非常保守的 Christian 这个，嗯，呃，宗教的社会，那他们看到有人戴头巾，就会觉得好像嗯不太习惯这样子，奇怪是干嘛？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我们有这样子这个，呃，有 input 有这样子 i m m e r s e 的环境上。嗯 成长这样的视野，造就们有非常不一样的待人处事的方式，这个很重要。嗯是的，是的、嗯<对>啊。我现在这样聊起来，会让我重新反思，因为我发现，呃，可能在，我还能想起来，就是在在这个过程中，啊、呃，也会看到很多可不同的可能性，就好像是，可能本来是有一个。 呃，模式，然后那个模式现在就全部碎了，全部拜拜了，<对>那然后就哇，就整个延展出去，延伸到很更广阔的天地，就那种部分性、啊、<哈>心情我还能体验到，嗯，对，然后现在就如果不是我们这样聊。 我会有时候，我会，我现在也会把它 take for granted，就会说啊呀，yeah, 这就是这样子嘛，就就好像哎，对啊，就是不需要任何 judgment，对啊，就是有很多不同可能性啊，就是有不一样的价值观和人，然后我们就是去了解和倾听，就增加理解 understanding 就好，然后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找到说，哎，我们可以去呃连接的点是什么，我可以可以去一起去做一些什么或者前进的方向，哦、呃，对我发现如果。 就我们今天这样聊，会让我想啊、哦，其实我是经历了这么这么多年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现在会觉得，<的>哎，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可能我现在是新的一个文化，<对>就是我们、嗯、我们所在的也是一个文化，我们是觉得啊，我会把它更喜欢称作像一个 global citizen 的一个文化，嗯<哼>，就全球公民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和价值观。嗯嗯 嗯嗯嗯嗯，嗯嗯所以你开始问我说：“<對>哎呀，那个新宇，你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或者作为一个华人那个的在在其中的呃身份认同？”或者嗯，好像我不太记得，我更多觉得啊，对啊，就是 global citizen。<laughs> 那这就是其实你有个很大的转变嘞。如果说啦，我十年前问你这个问题，可能你就会说：“哦、oh,，as Chinese。” 我的感觉是怎么样？但是现在呢，十年之后，你提到一个 “global citizen” 这个名词，这个就是非常大的转变，在其中之中，可能我们很难用量化的方式来说，对，對到底是哪里转变了呢？或者是呃，我的那个想法、价值观哪里有变动了？但是其实，从你的整体的感觉有没有，或是 way of beings？ 其实这的是非常大的转变 yeah. Yeah, 嗯，是的。然后这个东西有时候也是很难说，你可以，比如说，人家问你说，呃，留学的价值在哪里？呃，念一个 degree 花多少钱？然后之后你可以有怎么样的收获吗？<laughs> 就是这种东西你无法用金钱去衡量，对啊，嗯嗯、这是内在的转化，嗯，对。然后我觉得。 这真的就是你大环境造成的，呃，不一样的价值观，然后还有一个人的成长历程。对，就是你的生命体验。我觉得留学，嗯、呃，对你刚刚讲的那个问题，我也想到，就是呵呵我会听到一些话，哎呀，那个留学投资回报率怎么样？就是我看有一些，啊，啊然后是大家听到说，<laughs> 呃，什么海归找不到工作啊之类的啊。<laughs> 对，就真的不是一个，但但你可以用这个，就如就算说你用投资回报的这个概念来这个逻辑来想的话，那投资回报也不一定是只是金钱方面，你这个投资回报，嗯、你的人生的生命，我觉得就是大家拿钱，对吧？其实最终。 它是个前期是个工具而已，是我们去交换一些东西，或者说购买一些东西，包括去获得一些体验的一个工具。但它也不是说每一样体验都需要钱才能才能去收获得，它只是其中一个途径而已。那呃，对刚刚那个价值观会觉得啊，好像一切都可以用钱来衡量，其实真的真的不是这样。像这个生命的。 广度，然后遇见的人，你的体验，啊、呃，你的成长，嗯，就那些我现在都没有办法用语言去描述，但是我可以感受得到的，那种让我震撼的瞬间，嗯嗯是没有办法用 <laughs> 对金钱去衡量的，是的。 好哇，我觉得我们好像做了很深度的心理分析，<laughs> 真是真的很大的哲学感，<laughs> 就是真的是这样，就是对啊对啊，十年、啊、来的成长历程，对啊，嗯、这个真的也是我觉得在 Berkeley 每天会想的一个事情，就每天啊经历这么多，遇见这么多的碰撞。 呃，包括遇见那些我说大师级的人物，他们这么亲近，就是那么平等，那么亲近的去和我们去交流，然后每天晚上我都会，<对>哇，去每天晚上都会觉得哇，哇，哇，就有这种感叹，然后有这种反思 reflection，、嗯、这这个是非常非常丰盛的一个。 OK，所以呢，我们刚刚呢讲到新宇这十年来学习音乐治疗，然后又更加了解自己的这个历程。嗯、那我还想要再问问看啊，呃，在美国的时候，在 Berkeley College of Music，不知道你有什么一堂印象最深刻的课呢，或是一个最深刻的实习经验其实有太多太多太多了。 嗯哼，<noise> 嗯，很难挑一个最，嗯、呃，嗯今天的话，我想分享的话，嗯，如如果之前有听过我博客的，会发现我很喜欢讲 neuroscience，老师经科学，然后包括 <noise> 呃，在和包括现在回来以后，回来上海以后，会做一些工作坊啊、培训啊这样，然后我会。 啊、呃，发现就很自然而然的，我的一个口头传说，就到不不论我们，比如说我们遇到了，我们讲到什么样的个案，或者遇到音乐治疗具体的怎么样的应用，然后我都会想，哦，by the way，对这边其实有一个脑神经科学方面的研究，然后那边研究发现，的的的的得，或者研究发现音乐对大脑的改变，或者对人行为的改变，就是那个好像是我的一个，呃，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一个一个点。 然后我会感觉，其实非常要感谢我遇到的一位导师，就 Kathleen Holland，我们的老师，因为他，他、嗯、可以说是在，呃，音乐脑神经科学这个领域给到我最大的，可以说是启蒙吗？启蒙进阶，启蒙与进阶，对，<娘>一位老师，嗯。 因为他，他就是我印象中，他就是那一种，呃，可以随时随地讲到一个，呃，research 啊、呃，对的，非常专业，<laughs> 对。<laughs> 然后会有很多的 terminology，很多的这种术对，对嗯。 嗯，那同时呢，他的课我又非常喜欢，因为他的课在演讲的时候，就他在讲很多的这个专业的知识，但是他的课，他的 delivery，他传达的方式、教学的方式，是很吸引人的。他其中会讲到一个他的声音，他在讲课的时候是如何应用他声音的速度。 Temper，也就是音色，去传达他所要传达的内容，包括重点和非重点。对，嗯，对，讲到这边，我忽然想啊，我 remind myself I should use that too，<laughs> 就提醒我自己了啊，我们也也也应该考虑，就是可以应用一下他呃讲到的这一点。嗯。 他呃，我我觉得正好这边也可以跟大家推荐一下 Cathleen 的一个 TED Talk，他的呃、哎，对他、啊、有 TED Talk，他有一个，还有一个网站叫 Music Therapy Tale，对不对？Yes, Yes, Yes. Music Tale <tell. S 1> <Yeah. S>。嗯，对他的那个 TED Talk <对>就可以非常。 享就是可以享受到他的那种 delivery style，他的做演讲时候他那个声音变化，然后他给到你的关注度，所以非常推荐大家去听。大家可以搜 k a t h l e e n 呃 <Wow. S 1>、uh,，Holland，TED Talk。 我我可以把就是把 Kathleen Holland 这个 tag t a k 放在 show note 里面，<Okay. S 2> 那听众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点选，然后还有他的网站，我记得叫做叫做 Music Therapy Tale 这样子，yes, yes, 对大家 <yes. S 2> 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呃去点选 Music Therapy Tale，他基本上呢是访问了很多音乐治疗师。 然后还有他们做个案的过程，因为我现在在看那个，就是之前有给心宇寄了一个访问的大纲，嗯，然后呢，就是不是感觉有一种你有一种 mission 的感觉啊？有好多事情，好多想法，我可以，我可以理解你这样子的感觉，有一种 mission，好多事情要做，嗯，那我觉得第一个很重要的啦事情就是 music therapy 的 identity，identity now。 嗯，因为这个 professional identity 其实会影响到你很多要做的事情嘛。那你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现在呢，你在上海看到的就是这个 scientific based music therapy、嗯、practice 这样的一个认同感的嗯议题，你现在觉得怎么样？呃，uh, 你是说这个？ 你的提问好专业哦，我怕听众会听不懂。好，那我再用中文讲一次，<laughs> 就是说，呃，我们在美国学习的音乐治疗是有一种，嗯、呃，research base，就是有科学实证的方法，然后来做音乐介入。对，嗯，对，对，中文的话我,我知道是叫循证医疗嘛。哦，循证医疗好，对对就是，呃，我们做的。 这个介入活动呢是有后面的原理，还有它的原因。嗯，就是呃，我们不会说依据，就是我们有是经过科科学的认证的方式所做的一个介入行为，然后也会界定这个目标，然后根据呃个案的背景设定目标，然后来达成你的这个治疗的过程。嗯，嗯所以这样的一个 process 啦，对对对,对，所以你想问我的是？ 在上、呃、回到上海以后，你觉得呃，目前就是在上海，比如说有在 practice 的音乐治疗师啊，或是目前疗愈性音乐在上海的发展，是怎么样？嗯，因为有可能有其他很多的人，他也称作自己叫音乐治疗师，嗯，或者是音乐疗愈师，嗯，或者是。 音乐与舒压，我我不知道啊，就是可能有 different kinds of name，就是各种不一样的名词。嗯，对。那你这我们我们受的训练，我们受受到这样子科学实战性训练下来的音乐治疗，嗯，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啊？OK，所以你说就是整个算上什么？呃，就是上海现在有很多的是 sound healing。 他们会上说音乐疗愈，嗯，会让人很就是会有混淆，很 confuse。然后现在对,对现在接触到的话，呃，就是在上海会有啊，对他们会做减压、啊、放松啊，因为大嗯嗯都市人会比较需要。嗯、呃，但是呃，就我目前的一些了解的话，嗯，就它是没有 scientific base 在背后的。 他们会是，嗯、呃，更多的从一个 spiritual tradition，就是说从精神、嗯、灵性、萨满这样或者佛教这样出发，啊、呃，可能会有一些，因为这些宗教里面本身是会有一些音乐元素嘛，然后他们会出,出来说<对>啊，这个部分可以让你放松，那个可以让你减压，那个可以让你跟。 呃，有一些会萨满的话，嗯、他会说：“啊，你的灵性沟通这样子，就会有很多这样的部分。” <laughs> 但是说完是循证的，no，没有，完全没有。其实我不否认，有时候萨满，或者是在台湾是妈祖、哦、那个妈、哦、祖，或是土地公，哦、有时候他们讲的话也很重要，<laughs> <laughs> 就是大家会寻求心理的慰藉。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尤其在这个 cultural content 下面，在这个大环境、文化环境下面，这是几千万、几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历史。其实他们讲的也，也我我不会否定说他们有很重要的存在啦。这个 spiritual n e e、嗯、d、嗯嗯、对，只是说我们现在呢，呃，感觉上来是走了一，又是另外一条路，就是不是那样的音乐治疗模式。嗯 对，我们会需要去看到这个，<对>我们可以看到变化，然后可以测量那个变化，然后可以，嗯、可以有就所有做的这个干预措施呀，可能看上去就是在玩音乐啊，不同的方式玩音乐，但是。 有时候我说啊，我其实我的背后，我的这个 back end，对吧？后台如果比作个电脑的后台是，是哇，无数的这个分析、判断，uh huh. 然后思考，<Yeah. S 1> 然后无数的理论在碰撞，然后最后决定说，你看到外面我的输出，<Yeah. S 1> 可能是我弹了一个这个音。 <laughs> 或者我<对>我决定唱这首歌，或者我比如说和自闭症的孩子，我伸出手跟他握了一个手，嗯，就你看到的时候好像很简单，然后是做这些事，但背后是很多很多的很多的理论理论，<对>跟 research 对 research、啊、数据<值>支持你做的事情，对，所以会有一个科普，然后要让大家去了解，哎，到底什么是什么？哎，美国注册音乐治疗师什么概念？ 嗯，这、就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嗯、对我可以说一个对比吧，比如在波士顿的时候，嗯，如果就路上随便呃录到一个人，或者是出去啊参加什么活动，然后遇到一个人，就在波士顿的城市里面，然后会问啊你是做什么的，对吧？他说啊、oh, I'm a music therapist，我是音乐指导师。所以也可以回忆一下那个大家的反应，在波士顿的话，基本上是。 Oh my God! Music therapist、This、is so amazing. And my、嗯、nephew had had ASD, and then he's seeing a music therapist, and she's so helpful, and she's making progress. blah blah blah. 就是他，就是会说啊，我的，就基本上会说啊，这个音乐治疗师太棒了。然后，哎，我家亲戚，比如我的侄子，他有自闭症，然后。 他现在就来见一个音乐治疗师，哇，那音乐治疗师好棒！然后我们侄子现在会说话了，然后他也能用眼睛就跟人沟通，用眼神跟人沟通了。然后他学业上有什么的，他说哇，你这个作为这个真的、这个、太棒了，太感谢了。或者说啊，我的妈妈她，呃，前一阵子因为生癌症然后过世了，然后临终关怀，我们这六个月都是有音乐治疗师陪着她陪伴我们。然后哇，我们音乐治疗师带我们一起写一首歌，然后去纪念他。哦，就是会。 有这样的反，就是这是一个常见的反应在的，在波士顿。对，那你现在呢？回到了你的家乡，你觉得呢？你问大家什么是音乐治疗，那大家的反应是什么呢？嗯、呃，我现在会跟大家介绍，一般是说我是一个 jazz musician，就音爵士音乐人，呃，以及美国注册音乐治疗师。嗯、<哼>那大家会有。 就有一些会哇爵士好酷爵士即兴我也喜欢我也想了解哦、oh, 嗯、我想要更多去学习或者哎爵士乐怎么听会更好就会有这样的问题，然后讲到音乐治疗的话会大家第一反应会想到就很呃可能百分之九十的人会想到哦音乐治疗好像我知道哦 sound healing 就是会想到是音乐疗愈，哦、他们真的是。<laughs> <laughs> 那个是战率很大的感觉，<laughs> 如果大家会想到那个的话，对，大家会想到哦，是不是那个颂波疗愈啊？然后是不是那个铜锣呀？嗯、是不是这一些冥想呀？就会想到是音乐啊，冥想这样子啊，可以让人放松。就呃，可能大多数人会是这样的反应，然后可能百分之 <Okay. S 2> 嗯，可能因为我自己本身在这个。 呃，心理治疗的圈子里嘛，就如果是这个圈子里的话，呃，会有一部分人有了解，了解说，哦，对，音乐治疗可以就是治疗心理疾病啊，对，嗯哼，但是他不知不会知道说，其实音乐治疗可以呃，对，有特殊需要的孩子或者临终关怀或者。 呃，包括有脑外伤或者中风的病人，或者是躯体上有呃疾病的治疗，这些我觉得是完全是空白区域。嗯嗯，对对。但是他会说，哦，可能哦，对，心理治疗，呃，这一块音乐治疗可以用。但是大家马上会说，哎，具体怎么用？你们这个治疗过程是什么样子的？哎，怎么起效果的？你们会做些什么？就哇，一连串这些问题马上就来了。<laughs> 对。 所以，所以怎么办？所以我就想到写到下一个问题，就是音乐治疗师与创业家精神，就是 <laughs> entrepreneurship。因为既然就是大众们会有这么多的问号嘛，那其实我觉得有问题也是很好，表示他们想要更了解。是的，是的呃，你可以做什么 offer 这样子？对对。那怎么办？你要怎么样提供这个科普教育的这个事情呢？ Yeah, this is a big question. yeah 这也是,是我们在呃可能呃我们在音乐治疗的项目中不会去训练的，就就不会不会太去就在美国嘛，我们会有 advocacy 的训练。Yeah，、哦、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 advocacy，提倡推广啊，提倡推广。嗯，那那个的话，我觉得更相对在说针对专业人士，好像是在这些领域，可能对。 公众在 in service 对 in service，那、嗯、对公众这部分还是比较少，嗯、所以这是在探索的一个一个过程，对，所以才会呃，取其中一个会想到说做通过博客的方式，嗯，跟大众以比较比较轻松的方式去哎去聊一聊，嗯、呃，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的啊。呃 专业成长历程，包括经历的一些个案，可能，嗯、<哼>对，可是这样是一种方式。对，嗯，其实我觉得 Berkeley 跟其他的学校比起来，呃，已经给我不少这种比较像创业家的精神，Yes，或是要开创<的>开拓一条路的精神。对，对，对，对是，是的。因为其他的学校如果是比较传统的地方。 那你天根本就是连这条路都没有想过，就是就是学完然后比如说乖乖的找个医院的职缺这样子啊进去工作这样子，可能大家对于一个专业的印象是这样。嗯，对、嗯、，Berkeley 对已经是一个非常 entrepreneur。对我有一次，呃，就等于现在我回到上海也是 totally entrepreneur p a s s 就作为一个就全新的领域。 呃，有人有同行说你是在拓荒嘛？<laughs> <对>就是这样，对。嗯、那我会觉得真的是 Berkeley 的的这个精神，Berkeley 的这些经历让我觉得，哎，我可以。我觉得那不是一个我碰都不敢碰的领域。嗯、我觉得，哎，我我对。嗯，包括其实我现在做 Entrepreneurship，我会回溯到。 其实有两点，一个是在我学习的过程中，一个是在毕业以后，在波士顿工作这几年。像我在学习的时候，呃，Berkeley 是创立那个叫 Berkeley，呃、uh,，Institute of Creative e n t r e p r e n e u r s h i p i c 对，它就是专门的去探索创造性的这个创业的一个研究院，<Yeah. S 1> 嗯。 然后、oh, 当时他们创立，我记得是第二年的时候做了一个，嗯、呃，全校性的一个 Shark Tank style contest。Shark Tank 是美国的，嗯、呃，著名的，等于是创业的一个电视节目。OK，对对，那就是各种各样的创业团队会上场，然后面对，场、呃、下的投资者去，啊、呃，路演、呃，自己的这样。Uh, yeah. <对> pitch <对> pitch pitch to the investors，、嗯、然后 investors 会有很多的问题，<Yeah. S 1> 包括观众也会在现场，然后线下的他们会有很多互动和讨论。嗯、然后那个时候学校是就 Berkeley ICE 这个研究院就和啊、呃、好几个呃，包括新英格兰音乐学院，包括一些啊、呃、美国的媒体杂志和其他的一些机构。 就创业和艺术相关机构合作做了一个，呃，Shark Tank style，就那个电视节目风格的，mm hmm. 呃，一个创业比赛，可以这么说。对，长达一周。它这时候的主题就是，呃、mm hmm. uh,，Music as a Catalyst for Social Change，也就是说，音乐它如何能够引领社会变革、社会变化。 对社会上的改变，mm hmm. 然后他也是请了各种各样的，呃，很牛的这个领域里面的大咖，或者他们做出很多的成就，去和学生直接来分享，和和 coaching 和教练你，啊、呃，说啊、呃，怎么样把你的一个 idea 去，嗯、呃，去孵化，然后去成长，然后慢慢的变成一个可以，嗯、呃。 可以去实现的这样一个一个落地的一个项目，然后当时我就是去参与，我记得还是 Karen，Karen Wax 是另外一位我们、啊、我非常喜欢的老师，我也是，他很温暖，Karen 可真的是 entrepreneur 的一个模范，<对><他>就是、er、他有念，他他我觉得。 老师都是哎、欸，啊、都是是个行业里面的先锋，是,是,是,是都是走在最前面的，对是啦。我说 Karen 在为什么说他是先锋呃创业者，呃创业精神的一个老师，因为呃等于是二十多年前伯克、er、音乐学院的这个音乐治疗系创立的时候，其实波士顿是没有多少音乐治疗项目，也是一片荒芜嘛，一片荒地嘛。对啊。 然后 Karen 其实他是主导了，呃，波士顿几十个音乐治疗项目的创立和开发，所以我觉得很重要。这对不不只是 Karen，然后他也是做了很多教育的培训，yes, 做这些 p r a c t i c i、um, o e <Yes. S 2> supervisor <是>这些东西，<是>资源啦，很重要的是就找各方面的资源，然后汇整起来这样子。 对，嗯、然后非常的厉害。对，因为那个时候有那个项目，也是 Karen 说：“哎，星宇，你要去，赶快去，翘课也要去。<laughs> ”哎，呦，我觉得好棒哦！翘课也要去，这句话真的是。哎 <laughs> <laughs>，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那一个星期是期中考试的时候。啊哈、uh，huh. 呃。 然后我记得有一门考试，我是跟老师说，我应该要去参加那个活动，然后我可不可以通融一下，或者怎么样调整一下，或者呃单独我到你的 office hour 去考或者怎样？然后当时的一个就是他是 labor arts 的老师就说：“哦，别担心，oh, 去、oh. 去,去，别担心。”对。 你说不定就是杀一个什么呃什么什么 Facebook 创办人之类的啊，所 <laughs> 以老师们当然来说。<laughs> 去去去，他真的是这样子的思维。<laughs> Boston 就是有这样的思维，可能你的学生就是下一个 Facebook 创办人，下一个 Google 创办人之类，所以就要赶快去，赶快去这样子。翘<想>课没关系，再来补考。但如果你把这个 product 把你的东西做出来的话，那其实你带动的是整个市场的发展，是,<的>是整,个整个行业的。对对。所以、嗯欸、当时是这样的状况，以及<对>嗯，因为我就去参加了嘛。 就我一边考我考试，然后一边就去参加，嗯、呃，然后最后是我的项目，就是我当时是一个音乐治疗相关的项目的一个 pitch，还是很有限，三分钟，嗯、你要把讲清楚你要做什么 <laughs> 一个 pitch，然后最后是我还有另外两位，呃，是被选中，就拿到他们一个 fellowship，然后第二年是第二年春天。 啊、呃，是去阿布扎比中东嘛？去参加阿联酋的呃文化中心，去参加了、嗯、呃 Global Culture Summit，也就是全他把全世界的这个 policy maker 政策制定者、呃艺术家、社会企业创新者去整合到一起，去探讨关于世界上一些大的问题 big problem，然后我们怎么去联合起来去解决？嗯嗯 这些问题，因为这些大的问题绝不是一两个人或者三四个人可以单独去做的，嗯、<哼>一定是大家联合起来，而且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专长去切入去解决这样的问题。然后那个就让我又一个 open mind，对不对？又一个更更往 global citizen 去前进的一个契机，<对>让我看见、嗯、哇，原来艺术就有很多的艺术家。 他和政府合作，然后开发的新的，不管是组织也好，单独的项目也好，嗯、呃，去给世界带来实际、非常实际的一些改变。那他是,是用艺术、音乐在其，其包括在其中，那就是一个真的 open mind、嗯。就是艺术家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创业家，因为艺术家看到了，呃，大众没有看到的那个 cutting edge。 就是在等于是在最前沿或者最边缘的地带探索的人和思考的人，那从艺术家的视角去让大家大众看到说，哦，原来还有这样的可能性，然后引大家一起去创造那样的未来。嗯、我会觉得，我那时候就意识到说，哦，其实艺术家不是只是在家里，呃、哦，不是在家里，在比如说音乐家不是在录音，不是只是在录音棚或者。 然后创作一个音乐，或者去啊、呃、准备一次巡演，或者出一张专辑，而是说我做的这些，这些都是形式。其实我背后是有大的愿景，说哦，我做的这个专辑也好，我做的这场音乐会也好，或者小型的我说沙龙或者教课也好，它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积极的改变？嗯、<哼>就那个是 social change，social change，, social change、嗯、那个是啊让我。 非常震撼，呃，那个时候的，呃，我们会，整你是翘课十天哈，<laughs> 很棒，春天就翘课十天。然后、嗯哦、我那时候，呃，又讲到讲到我们可爱的老师 c a m b r i d e 就是说我在上他的那个 Guitar for Music t h e r a p i s t 就是吉他、嗯、音乐治疗吉他的专修课。 然后我准备出去之前，我跟他说：“我说啊，我下周、现在下两周会参加这个，然后你的课会没法上。说哎，你有什么呃提前预知我的，然后可以提前准备啊，我这样，我我回来就可以马上跟上嘛，不会落上课。”然后他，嗯、他说：“你不要想了，<laughs> 如果你在这十天里面还在想我这个课，我就给你零分。<laughs> ” <laughs> 哇，好棒的老师哦，Kimberly，他也是很酷，嗯，对，他就意思说，你去，你就完全是你这边都你不要去想，而且我知道你是很用功，你完全不会落下，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完全不，用担心，就是好好的去享受那十天，嗯，而且你完全把自己放在另外一个思维里面。 我刚刚想的是，呃，原本在就是 Boston 的一堂课，但是你说你是去阿布达比，就是你用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看，这是完全就是不一样的思维里面，嗯、然后再去学习。我说 Are you serious？我我说真的吗？太！」我还我还愣了一下，我没有听错他说的英文吧？<laughs> 好，那我们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这个 scope 拉回来，<Yes. S 1> 就是 zoom。我们刚刚讲一个很大的 global citizen 这个很大的这个 scope。<Yes. S 1> 那我们现在回到最最基础里面、mm hmm. zoom in 来看，要达到你这样的目标，一步一步的，你想要先做什么事情？就是接下来有什么 project？嗯、mm hmm. 嗯，对，嗯、um.。 其实我现在就是整合这个所有所有这一些经历，会想做的是真的，嗯，我希望音乐治疗的很多东西，呃，我们除了传统的音乐治疗的方式以外，就一对一啊或者团体，其实可以做很嗯有很多的不同的部分，还是可以和商业和科技去结合，让更多的人。 普通人可以非常 accessible，他跟生活中，哎，我一小 <Yeah. S 1> 这一小部分，哎，我就马上可以拿来用，让我的生活有积极的改变。对，就怀着这样一个愿景，说我怎么样用音乐去引领一种健康、幸福又充满创造力的生活。嗯、mm hmm. 嗯，那在做这一步，我会反思说。 呃，包括在整个的音乐治疗训练里，也会做很多的 reflection、哦。哦，我为什么会成为今天的我？其实是一步一步步，所有这些珍珠串起来。嗯，也包括呃，像在十、呃、很多有人也会问我说：“哎呀，新宇，这、那个十年前，呃，这个没有人知道音乐治疗是什么时候，你怎么就会想要去学习音乐治疗，甚至想要去成为一个专业的音乐治疗师？”呃、嗯，其实真的有很多很多点点滴滴。 嗯，然后每次大家问我的时候，我可能只能挑一两个故事或者经历去分享。嗯，那我想如果有一本书把这些珍珠都串起来，那么以后有人在问我的时候说，说啊，你可以看这本书，因为我把所有的珍珠都集集起来放在里面了。哇！ OK，所以要出书啦！<laughs> 正在写一本，就是相当于自传式的一个书籍。其实 OK，在整理所有所有的这些，<Okay. S 2> 嗯，我我为什么我做音乐治疗这么这么多年，我会觉得仍然是觉得，呀，它就是我的使命啊！我就是很热爱，<laughs> 其实就是很多很多这些珍珠串联起来说，说一直是在我内心里面是一个。 Fire 或者 driver，对，嗯哼，对，很棒。这个是第一个 part，就是把自己的成长记录下来。对，然后是有写书的方式，<对>然后也可以让大众们可以看到。对，然后这个呃，想到写 memoir，又要提到，其实也是 Berkeley 的另外一位教授，他是教那个 writing and、uh, communication。 的教授啊、嗯呃，我记得我们那是我第一次在他课上接触到 memo r y writing，就自传体的这个文学的写作，所以说 OK、啊、这是和伯克利千丝万缕的。<laughs> OK 又想到了，对联系就很感谢，很感谢他那个时候也是，嗯，对我们就鼓励我们嘛，每周每周写 memo r y 给他，然后他会很仔细看，给到回应这样。嗯。 也是有一个新世界的大门的，也是在那个时候被打开。啊 <laughs> 哈、uh，huh. 嗯，这是比较知性的部分。嗯，对啊嗯,嗯,嗯，然后呢，在上海现在的话是创立自己的公司，呃，有几个方面吧。一个方面是协助学校、医院、企业。 呃，以及一些社社会组织去开发音乐治疗项目，因为这个、嗯、这个也可以联系到我之前在波士顿的工作。呃，最初的话，毕业以后也是做临床嘛，传就是比较传统音乐治疗。然后后面做着做着，会发现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是，呃，会有保险公司啊，会有学校或者机构会找到我说：“哎，星宇，那个你是注册音乐治疗师。” 啊、呃，然后我们又很认可你的 musicality，你的音乐性，你的创造和表达性。嗯、呃，mm hmm. 我们有这样一群人，几岁到几岁，然后我们有这样一些需求，比如说是呃减压呀，aya, 比如说是呃如何呃建立这个呃支持性的人际社群啊，或者说如何呃一个比如说阿尔兹海默症的一个支持团体，或者说。 呃、uh,，aging 的一个 support group 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需求。诶，我们有这样的资金，嗯、<哼>然后你可以帮我们开发一个新的项目。哇，好棒哦！就真的又是拓荒者，<对>然后去开发的这个项目对。对，我会发现很有趣，就是越来越多的会接到这样的邀约，在波士顿，uh、huh, 在波士顿对，在波士顿的时候，那。 然后我在做的过程中会发现，哎，我很享受这个开发新的、就创新的这个过程。嗯、然后特别是，嗯，那因为我去开发这个项目，嗯，可能这一群人他们之前没有机会接触音乐知道但现在有机会了，嗯，我觉得很很满足这样子。对，对那回上海就是继续这样做。<laughs> OK，对，其实我觉得。嗯 在 Boston 那个那地方，就是就是他们已经有音乐治疗系、嗯、的是的音乐治疗学校，对。嗯、但是如果又回到上海，目前的教育啊，市场上面又更缺乏这样的资源，嗯、那其实应该是蛮多养分跟机会可以提供给你做很多事情。嗯嗯，嗯对，而且又是个大城市，你看那个城市的。 population 啊的密度啊，然后大家生活的那个费生活的速率应该又是比 Boston 快，快所以应该是你就可以会获得不一样的资源，但是应该也会有不一样的瓶颈要面对了。对，会有会有不一样，比如说一开始聊到说，哎，在波士顿讲，哎 m u s therapy，大家会哦、oh, 知道 m u s therapy 是怎么回事，他们有接触过音乐治疗师。 但是在国内，就是啊，OK，那有一个很大的 gap，就是好像我现在感觉到的是，呃，一个是大众的科普，然后另外一个部分也是，呃，因为它就是一个拓荒，那我要建立起一个标准，就到底音乐治疗是什么？对对，到底这个音乐治疗是什么？然后什么样的人是在做音乐治疗？这个意味着什么？就所有的这些。 会感觉到有一个 responsibility 是要去 <laughs> 要去塑造出来的，对，而那个那那个 advocacy 就是无时不刻存在的这样一个一个感觉，对，嗯嗯，包括很多呃，大家会想要知道音乐治疗相关的知识，对我会会受到很多很多这样的好奇，然后。 呃，提问呐、啊，包括可能医院里面他们会想，哎呀，先培训一下，说音乐治疗到底是怎么回事，它的疗效，啊、呃，就前面提到一系列的问题，那所以，在触发我说，哎，也许，嗯，也不是也许，我觉得应该就应该是会，只、就是就是看，嗯，合适的这个契机和资源整合了以后，嗯，做一些。 嗯，线上和线下的这课程的培训，可能最最初级的，让大家知道说，哦，原来音乐可以这样去帮到我，原来音乐治疗是这样子的一个一个过程，让大家让大家可以更多人去去了解到，对，嗯，因为今天上午的时候还在和 Peggy 聊，啊、uh,，OK，对。他也是很酷、哦，对，Peggy 是我们另外一个我们非常喜欢的老师，我非常喜欢 Peggy，、uh, 我觉得他好像是、啊。看看 感觉是什么都经历过，什么都不怕的, <laughs> 的感觉，是,是就是这样啊，对是的，大风大浪都经历过，<laughs> 你要什么来我都不怕，我都可以有 coping strategy 这样子，exactly 是呀 <Yeah. S 1>，Peggy 真的是这样一个，我所以我特别感动，今天在跟他上午在跟他聊，就是我 recent update，然后包括我正在创业的项目，呃，得到他的建议这样，然后他会讲到说。 他讲一句话说, um, you know, I'm sitting here in my sofa, and you are sitting over there. We connect through Zoom, and uh, you are in Shanghai. This takes 40 years to get where we are today. I'm like, well, okay, because they started 40 years ago. 他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能这样今天坐在沙发和我们，然后我在上海这样去沟通，然后我们在聊的这些话题，其实是四十年前就开始，四五十年前就开始，他们的一他们一群志同道合的，他们在二十几岁的时候，作为一群音乐的家是在耕耘的结果。It took forty years to to happen. 你我猜不那他有一种感叹的感觉，<laughs> <laughs> 觉得自己老了，<laughs> 还是很欣慰看到哇，现在年轻人可以这样做，这种赞叹的感觉啊、呃、有。然后我觉得还有很大一部分，他真的是看到，他就 <laughs> 说好像在他在等于是在我的身上看到他，等于是四十年前的影子，四五十年前的影子。OK。 对，在我跟他聊到说，OK，现在中国国内的这个音乐治疗，上海音乐治疗的状态的时候，他说，Yeah，那个就像四五十年前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在美国开始的时候，嗯，对啊，好，那可以想象接下来你可能也会需要一个 team，Yes，<laughs> 慢慢的是的。 就像我们以前老师那样子，每一个人有不同自己的专长，这样子。对、啊。然后慢慢的建立起这个生态系。是的。然后同时大家是可以互相支持，然后互相很好的朋友。就我发现我们的几位老师，他们真的是 journey through life，就是人生。他们的感情非常好。对对对，对嗯、对感情非常好。对，复制吧，我们这一代。<laughs> <laughs> 看看你可以找找找的找得到谁，然后可以一起做什么事情。嗯、呃，就真的离不开他们的支持。就接下来在在中国发展的话，其实他们也是一个坚强的后盾。嗯嗯，背后推的那一只手，对, <laughs> <laughs> 对，对，很多只手。如果你有很多只，那 <laughs> 就是一群老师，很多只手这样子。 <对>很想象那个画面，<laughs> 然后我觉得今天听的各位听众，如果真的对这个行业很感兴趣，嗯，对，真的非常欢迎联系，然后看看就有同样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 vision 这样大的一个理想，真的可以连接起来，然后慢慢的去把这个生态啊、呃、创立起来。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做的一个。 就在上海落地开始做的一个项目，就面向公众的是，呃，叫“先知先觉”嘛，“先知先觉”，“爵士爵士的“爵那就“先知先觉”下面会有沙龙啊，会有呃工作坊啊，然后会有未来会有演出，就和专业的音乐人一起合作做演出。那其实也是因为觉得说，诶，大家其实今天会听音乐治疗，会去了解。 呃，音乐和音乐爵士即兴和音乐治疗其实是比较走在前沿的一部分人，因为在在上海，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的话，真的是比较有觉知，嗯、然后自己对本身的生活啊各方面会有很深的思考的人，会有追求的人，所以真的都是先知先觉者。然后希望就一点一点把这个先知先觉者们都找出来，<laughs> 串联起来。<laughs> <laughs> 这是要一种磁场的吸引力，对不对？嗯，就是这很难说，嗯，冥冥之中，<好> <laughs> 对啊，嗯、呃，你要不要跟我们的听众也介绍一下，我们这一集除了会在聊音乐上架之外，嗯、还会在哪里上架呢？嗯、呃、同时也会在我的播客谈心社 Generous Talk 上面啊、呃、上线。 嗯，弹、呃、是弹心弹琴的弹，心是心里的心，社是社群的社，那非常明了的就是弹琴、弹心、弹音乐，然后同时又是一个社群这样的一个一个概念。然后谈心其实也是有弹性的心，像我们在做所有这些事，情，其实非常需要这个，嗯，resiliency。Res 然后去去坚持，然后一步步的向前走，所以是整合了非常这些丰富的含义的一个一个播客。然后也会是有呃英文和中文，啊、呃，因为我会采访英文的嘉宾，也会有中文的嘉宾。对未来的话，其实有讲到大的愿景啊，因为现在刚开始，未来大愿景真的希望，因为没有英文的和中文的播客，那我想啊，如果未来我们组成一个。 志愿者团队，然后把中文的这个翻译成英文，把英文翻译成中文，其实真的会变成一个，嗯，cross cultural platform，就是作为一个，嗯，中国就中文世界和英文世界，然后在音乐啊、音乐治疗这个方面的一个交流的平台。嗯，对嗯啊，这个是一个很,很大的很大的梦想。 对啊，好，那我们也会把谈心社 Generous Talk 的这个连接放在 Show Note 里面。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听听看咯会有中文与英文不一样的这个 episode，大家可以点开来听。嗯，好，那其实我刚刚就写了一个问题，只是我刚刚访访谈之中呢，突然蹦出来哦。Oh. 那这你就是给你看，你就自己想就好了。<laughs> 就是感觉好多事情要做，那就是 self care strategy 啊，它可以比如说是一个 peer supervision 啊之类的嘛。嗯、就我不知道，你就想一想好了。<laughs> 自我关怀。嗯嗯,嗯对，那个、不一定要回答啦。啊、哦，不一定要回答吗？是给我 reflection 的。你 <laughs> <laughs> 你要回答还是可以。 OK，嗯、um,，<Yeah. S 1> 我觉得那是 foundation，就是是一个基础。Mm. 就是从诶，其实我觉得做音乐治疗师的整个整个训练过程有很好的帮我长出这个技能，因为感觉真的很多时候你不知道在呃个案中会发生什么。就虽然你会有一些计划，但是真的当下发生什么是非常考验呃灵活性，然后当下的这个判断和和。Mm. 决定的行动力，然后包括发生那些事情，因为可能因为经历的各种各样，会我会觉得是呃会在人生，比如说直面死亡啊，直面痛苦啊，直面这种呃遇到的这各种各样的挑战，那 <Yeah. S 1> 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锤炼，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练习了很多很多 self care strategy。 <laughs> 就都 put into practice，就是在这个练习中练习中慢慢学。哦，我在这样子的情境下要怎么照顾好自己？然后现在就会觉得，嗯，会很受益。就比如说，嗯，比如说我还是要保持就是有 meditation 的习惯，就有冥想的习惯，嗯，包括可能身体的锻炼上面，因为。 嗯，就是你身体状况的话，会很影响你的呃精神状况以及所有的各方面。嗯，包括可能吃各方面会比较注意，比较在意说，OK，我吃进什么样的东西，然后这个东西，我说有没有添加剂呀、啊？因为大家其实知道添加剂来说，也会对我们的大脑会产生很多影响嘛，就会会特别注重这方面。哦、嗯呃，这个是 self care 的一个呃 strategy。另外一个当然音乐。 音乐永远是我一个 self care，s e l f care,、嗯、care buddy，good buddy，好朋友。嗯，然后因为每个听众啊，大家都在呃都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不知道心语最近在听的一首歌是什么？嗯，就最近因为正好是 Christmas time，然后我在听嗯、um, p a n t o n i c s 这个组合，他们的也不是某一首歌，就他们所有的 Christmas series。 他们圣诞节的呃这个专辑和歌曲，OK，嗯嗯嗯他，他们是一个 band，对他们是一个五人的阿卡佩拉乐啊，OK，然后其中有一位还是伯克利毕业生，OK 呀，无伴奏合唱的一个小团体，那<對>他们唱的圣诞歌，对他们呃、oh. 他们可是拿了好几个格莱美奖啊，OK。 超级棒,棒！<果> <Okay. S 2> 那我就我们也把这个 link 放在我们的 show note 里面。好，那如果观众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点开来听。嗯嗯嗯，OK。那如果 Christmas 过的话，那就过，就这段就剪掉。啊，uh, <laughs> 不用啦，就是大家 Pentatonix 他们除了 Christmas 还有很多其他的音乐。 <对>哦，好啊，那大家就可以关注一下 m o <laughs> 这个阿卡贝阿卡贝拉这个无伴奏的人声合唱团，嗯、他们最近在唱的歌曲。对，OK。对，那最后呃，来到节目的尾声喽，不知道心语还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呢？啊，对，我觉得这个也可以是送给大家的话，真的。对，对，对嗯。 一句是 to be rather than seem to be，就是去做、去成为，而不是啊、呃、感觉好像成为，或者说很犹豫的那个要做不做、要成为不成为那个状态，而是说呀、uh huh. yeah, 就去做、就去成为。<The> action，对，就是成为你想成为的样子。Cool，嗯，那第二句呢？第二句是 come to be who you are。哇，wow, 这。 两句都是感觉成为你自己的样子，Yeah，是的，啊，好重要。一个是成为你自己样子，然后第二个就是叫你赶快去做，Take action。对，就 <be> 就做，对对，不要 rather seem to be，因为可能很多我的自己的理解，我当时看到我想，哦，seem to be 就是哎，我想要做，但是好像那个是梦想，我还没有那个勇气踏出那一步，但我天天在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他意说就不用去想，嗯、就去做就好，就成为那样子就好。跟你接下来要做的很多事情也是很有关联，<laughs> 因为有好多事情要做，那就去做吧。Yeah, 我们就在后面支持你，然后呃听你的这个谈心社 Generous Talk 这样子。也、yeah, 谢谢 Zoe 的手支持，刚刚幕后推的一只手。<laughs> <laughs> 对啊，如果我们观众有兴趣 <laughs> 想要跟你联络的话呢，那你也可以，就是我们观众可以如何找到你呢？嗯，大家可以，呃呃，我们可以把那个我的联系方式放在我们播客的下面，然后大家可以看到。<Okay. S 2> 对。 OK，嗯，大家可以看 ShowNote，那里面有可能就会有 Email 的联系方式。嗯、大家如果有问题呢，也可以写信，嗯、呃，询问心语这样子。嗯嗯，包括我知道在那个 Spotify 上面，它也会有，就是、你可以录一小段的提问，或者给我留言，这样可以直接发送过来，我在后台也会看到。这也是一个，呃，蛮好玩的方式，我想尝试一下。哎、欸，真的，嗯，好酷的功能哦，<对>我也没有用过。 哎，周以接下来也可以试一下。<laughs> 对啊，如果没有嗯、呃，聊音乐的听众，如果用 Spotify 的话，可以就是做语音留言。对对对对对。嗯，问我们各种不同的问题。嗯、对对对，然后说不定可以把它剪辑进去，放到放到这个下一，这样就更有互动性。对对对对对、嗯、对，大家可以从那边发，然后或者是可以通过 email 发了。嗯嗯哼。 OK，好，那我们今天就很谢谢姚新宇来到我们聊音乐，然后来谈谈他整个求学的历程，他的成长过程，然后他呃之后呢要做的很多关于音乐治疗大环境的事情。那我们今天的访谈呢就到这边结束喽。嗯，大家有问题的话呢都可以给我们留言或者是写 email，那跟我们多多的互动。嗯，那就在这边跟大家说拜拜。 To be rather than seem to be. Bye bye. Bye bye. 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